又到了这个时间了啊！这一次的话啊，好难得的 Raiden Dice 啊！这骰子在干嘛的？我真的不知道呢，真的不知道呢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骰子在干嘛的。不是啊，我这一队跟那个有什么关系？你跟我说，我这一队不是啊，我根本就不需要拍啊，我根本就不用动啊，除非他转我啊，对吧、啊？你这个游戏，你说你氪1200钻，你有氪月卡吗？这个游戏的钻石以氪月卡为主哦，如果你不氪月卡，那很贵哦，真的太贵了，真的太贵了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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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氪卡，1700钻就差不多是月卡了吧？哎，我建议我要氪月卡啊，真的要氪月卡，不要氪那些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尤其是你就每天上线领一下就好了，真的比那个还赚。赚太多，完全没得比。氪月卡基本上你就算不玩，也可以把每一天的骰子给它拉好拉满。嗨呀呀，早安！今天 LD 刚学蝶龙 bug 就开始维修了，哎，我会不会就被砍掉了就没了？你的队是真的养生，我完全没在动哎，这根本就不能玩吧？不对啊，我跟这个跟星骰有什么关系？你跟我说，巨石是干嘛的？来增加你爆伤的，对的，然后帮我水片。哎、欸，其实还不错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烂哦。只要有空虚的话，不对啊，只要有空虚，啊，我还是要手动啊。星骰的卫星炮击骰的快乐好朋友，我觉得硬要说的话，跟卫星炮击骰比起来，我觉得它比卫星炮击好一点。哎、欸，先说、哦，如果这一队达到11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鬼转了，就代表说这一队可以达到超远。我们打几、欸？其实不用啊，我们达到100回合、200回合就好了。我怎么觉得这队稳的，又是一个稳到烂掉的队伍？我要做的事情是那个无伤就可以了，只要他能够无伤，那就代表无限了，真的。原则没满也没差了，我目标是这一颗加上这几个，然后去把 BOSS 打掉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对，应该就可以。同学，你是在拖？AI 稳30吗？蛮难的，但是速度太快了，对吧？速度太快了，反正我要打的是双网。我现 在拍片了，只要他能够稳的去那个就好，把它当做一个暴风雪，不是暴风雪，把它当做海啸，反正就一个手动无限队。怎么待遇差那么多？卫星，人家是打百分比，也很强，人家也是打百分比，而且是最大上限。哎、欸，那个趴伤是有史以来最强，可是操作太烂。好，可以先修。我现在这边有5颗、6颗、5颗吧。我觉得其实他出的这些骰子都不错，可是他已经出了太多太屌的骰子了，让这些骰子变得没有意义。阿婉没开，你开开看，哎、欸，你开了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开了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先开，你们就懂为什么我在这里了。我原本他原本是8点，我看的时候是8点，我想说好，那我先开 LD， 然后我标题已经想好要写什么，然后结果我准备要开的时候，啊干，哎、欸、怎么延了？不是打适应最大就好，应该还好。哦，如果打最大那就超强。刚看到更新又跑来跑去，还没，那还没更新，骗你。哎、欸，这种左手打，其实我觉得 LD 的出现有一点左手打右手，对吧、啊？有一点点左手打右手的感觉。如果他们又是同一个团队创的话，感觉会有点痛。如果他们是有不同团队的话，应该还行。假设那是不同团队的话，会有竞争关系，会激起 RD 的团队更新。可是如果他们同团队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有点危险，真的，那我觉得就有一点点危险。应该是不同团队，但行销也是对。如果是不同团队，我觉得还行。等一下，我要做一个超快速的事情，我要下去接一下福尔，在45回合的时候，我打完网我就要冲下去哦，45。哟，等一下，我回来了，啊，还行，好，福仔回来了，哎，还好，还有一回合都还没过，真的游戏真的是已经趴伤无底了，
真的结束啊！我光看这几只王就觉得，他是不是已经完全不管手动无限这件事情？反正你只要手动，就绝对给你无限，真的。怪怎么走那么慢？哎、欸，阿全，你没有跟到那个暴风雪超级大 buff 吗？你知道现在暴风雪 buff 的强度超扯，他连趴伤都可以 double 哎、欸，对吧？他连趴伤都可以 double。有第一围玩会开吗？会。那啥，在某一次的更新，反正暴风雪变超强。缓速超缓，可是强归强，但还是没有人要用它。我要死了，十个钻石出，很好啊！我干，难怪你要死。T W 好卡 ，Y T 好丝滑，真的假的？你说，哎、欸，有吗 ？T W， 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啊啊！啊完蛋了，那个同理在不在？同理。我这两个要复制那个，完蛋了，好吧，这样比起来，我觉得还是海啸香哎，好吧，就是很稳啊。你的手速，你的容错率，我觉得没有到很高，海啸的容错率可能都比对对高。你直接搜寻，直接去玩，直接去玩，比看我的影片还好玩。对，哎，你又要被转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再给我转一次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完蛋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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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还有救吗？没救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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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以后再也看不到阿弟挂整页。现在挂整页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不像以前说是看不到的事情了。真的，完了，完了，真的完了，真的完了！你听我说，BBQ 了 ，BBQ 了，等他先冰一下，来一个。他其实伤害还是蛮强的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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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不要嫌这把太久，这已经走最远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这是这个队伍走最这个骰子走最远的一个队伍。我找到方法了，哎、欸，没错，你用的任何方法我都试过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结局卡。任何无限的方式，在现今的科技应该都达不到结局卡的高度，因为结局卡终究是有限的，对。有限跟无限比起来，啊，射不死！啊，完了，出三扣地就会控到死，有机会。一来一把就一来就 BBQ， 等十一点主播会玩吗？会，15天就毕业就换坑了。待着啦，反正现在对我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已经是信手拈来的事情。刘立彤七点拖到十点，没关系，给他拖。花了发。哎、欸，他其实还蛮扯。同理还有没有钱？你还有没有钱？旧时代的强者，听说你前几天找不到我，有吗？找你不到，什么意思？星彩有用吗？我觉得没用。你啊，我是传错影片了。你可以先看这支影片。丢。还不错，七五第二，哇，哎、欸，其实超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其实这个骰子还不错啦。他当前秒掉嘛，配上暴风雪嘛，打下去再加上空虚图啊，直接一发打一倍、欸，一发打100%、欸，转圈真的假的？应该是 YT 吧，我目前没事，不在那边有事，应该没事。又重新玩了一个账号，现在都用流星，不知道又玩啥。差不多啊，流星还不错。那、啊、如果要玩的话，玩 LD 吧。如果现在要重新玩的话，你先玩个 LD 吧。
这个游戏就放旁边当副游。OBS 来直 T 直播太多选择 ，RT RMTS 秒杀太扯了吧？真的是秒杀，只要有上到的话。以前阴阳真能顶，现在沦为时代的眼泪版本，版本就正常了。我遇到大头双倍以外的外挂吗？有看到我遇到双倍活动过的外挂还没？你有撕我的吗？我的影片还是240，要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你不用动，它自然而然就会上去了，自然而然就会改。你看暴风雪已经上了，后面有空虚，放一下王就死掉了。哎、欸，超强哎、欸，真的是超强。原子失踪，对啊，没有原子，是 LPMP。哎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说。哇，感觉好像不是很稳，就可以秒杀，但好像不是很稳。暴风雪拖好久，拖超久。哎、欸，通啊啊！没有攻击闪，没有攻击，没有攻击，没有攻击闪，没有充电，没有充电。哎呀，哎呀！